知道我的多不好，这样会破功。然后我们学校公司还是说长大了，都知道国文不好，不然写太好会破功。知道你有很好的应对能力了。我怎么在这里？笑死！我怎么飞到我自己身上？啊，这都保护色都看不到。不是，还好没有把自己夹烂。
虾米鸟声。哇，也是七。